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京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京剧七八，京剧七八，记得是拼音京剧七八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点击京剧名段名家，然后再点击关注。关注完之后底部有一个菜单京剧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边都是京剧的名家名段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